钱真的没有花在刀口上的，而且是浪费钱。这是一个网站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 WiFi， 但是这是什么意思？好，其实 WiFi 大搞乌龙，而且弄成了 wife。不过呢 ，wife 没什么，就是妻子嘛。但文英，你来看看，从头到尾念的话，免费的 wife 提供民众使用，这太夸张了。免费的老婆让大家用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出包在公务机关的网站上，本来是宣传无线网络的美意，但是大搞乌龙。新竹的民众好开心，国有财产局在网络上公布，今年十月起推出免费 WiFi， 民众可以多加利用。不过仔细一瞧，哎，好糗哦，这不是 wife 吗？这是不是 WiFi 跟 wife？ 那大部分民众都知道那个差异在哪里，就感觉是一个大笑话。原来是国有财产局新竹分处拼错字，摆乌龙，意思应该是无线网络的 WiFi 写成 wife 老婆 ，free WiFi 变成 free wife， 真的吗？老婆免费送，这也太便宜男性朋友了吧？政府很照顾民众。为什么呢？就是现在是，就是福利很好。那个工作人员不小心，就是说可能工作量的关系，所以说 key 字有点 key 错了，单字有点拼错了，这样，忙中有错了。原来是太忙出错了，但字母 I 跟 E 对调，意思完全不一样。错误消息刊登了将近两个月，政府单位居然都不知情，好险被眼尖的网友PO上网，才把错字改正，否则不知道还要错多久。原来新闻颜荣张若愚新竹采访报道。